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练习笑。那这个礼拜 Story 卡更新了圣诞勇者大冒险。那这个除了是圣诞节的活动呢，也同时是跟地下城物语吧，应该是跟地下城物语这个游戏联动的活动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圣诞节又有什么故事。谁是偷衣贼？谁是偷衣贼？想就觉得是普吉吧，还有谁会是偷衣贼？圣诞赠礼大师。哦，这次的封面是庞，是庞的新 skin 吗？话说普吉不是才到那个叫什么沙漠王国那边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星星那个夜晚后日谈是不是又回到太阳王国了？雅尔德奇克家应该是太阳王国那边，对不对？哦，在练功吗？心神不宁的样子。庞还在练武。学如逆水行舟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哦，这句妙极了，好诗好诗。天行健，君子以不自强不息吧。然后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多谢。亚里啪啪还是递手帕给他。杨波大师，我方才打了套拳，打得还行吗？有气无尽，心中必有杂念。哎，不愧是大师，连这点都被您看出来了。普吉还能调皮啊，不是都到沙漠王国去了吗？正好相反，就是因为他什么都还没做，才让人提心吊胆。总觉得他随时都会冒出来，突然冒出来大喊：“内裤老公公，找到你了！”你这个，What？ 你为什么攻击我？我才不是变态，他才是偷别人衣服的死变态。难道是指在下？不是你还有谁？就是说你。我今早醒来时，衣服全都不见了，原来就是被你拿走的。庞身上穿的没有一个像是圣诞节的衣服吧？阁下恐怕是误会了。在下可没有拿别人衣服的嗜好。误会？那你拿着我的袜子做什么？袜子？replay replay 还特写是不是？在下竟然用袜子擦脸，现在人赃俱获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你误会了，此事另有蹊跷，却莫冤枉好人。赫斯提亚是动物翻译机耶。你刚刚是不是嫌我的袜子臭？嫌你袜子臭怎样？到底是哪个混账偷我衣服？快滚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！就没有衣服怎么穿啊？
那不是我的袜子吗？加里巴巴是怎么捡哦？可能掉到地上了吧。风湖畔何时长出这棵巨木？凶手一定就躲在洞里，你们还愣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去抓人！洞里深不见底，不可贸然进去。哼，怕什么？我自己去。有回音哎。这里是哪里？伸手不见五指。想起来了，在下被那老人推下来了，想不到这树洞竟然如此之深。此处漆黑一片，该如何是好？这个脸也变了，他这个有胡子，总算有光了。我身上。在下的衣服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也太羞耻了！等一下，你这件衣服有比你原本穿的，你们原本穿的更羞耻吧？我已经忘，肯定就是普吉是搞鬼，我已经忘记他原本穿什么了。终于找到你了。风湖畔的软泥怪竟然会讲话，这差太多了吧？百闻不如一见，学到了。等等，我才不是什么软泥怪，看清楚，我是来自地下城的冒险者冈布奥。冈布奥，地下城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莫非一定是在做梦？莫非在下是在做梦？你不是在做梦啦，这就是充满一个充满不可思议的世界。充满不可思议的就是做梦啊！原本是愉快、充满欢乐的世界，但不知道何时在最底层出现了大魔王。大魔王把大家的衣服都夺走了，听起来很像普吉会做的事情。不小心把真心话讲，传说中只有穿着变态红色吊带短裤的老虎勇者才能拯救我们。我大概猜到你说的大魔王是谁了。这么快就知道了，不愧是勇者大人。且慢，我不是什么勇者，也不是变态。穿成这样更非我所愿。只不过此事就交给在下，在下毕竟会逮到普吉，还你们一个交代。太好了，让我们一起去冒险吧，勇者大人。讲不听就说不是勇者了吗？第一话故事在这里结束，看来这个就是新的奖励吧。啊，这次活动居然是探索，我超讨厌探索的，因为探索不知道一会要打多久。好，下面就是战斗了，那我们这次活动就看到这吧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